我希望就是我们的活动能够促进我们家庭里面爸爸妈妈陪伴着我们的孩子走出户外，让我们的孩子更健康，然后透过这个活动就是可以增加我们家庭跟亲子之间的互动，这个部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期待待会会做什么？好棒哦！没错，就是我们待会会做一个好吃的寿司。每一个人呢都会做出自己属于自己的，大人的呢是卷的，小朋友的是三角饭团，非常可爱。鸡块都装好了吗？Yeah.